队友。孔明赛胖周瑜就要准备下台了。国民党中常会到桃园吴敦义送陈学圣一把孔明扇，盼他打赢有胖周瑜之称的郑文灿，但更需要老天帮忙开眼的恐怕是自家夫人蔡令仪。他讲得非常正确，不能被扭曲。那如果是做假工程真捞钱的，常常会下一场大雨可能就真相毕露。他的讲话是在这，蔡令仪的老天有眼说语惊全国，吴敦义没有任何觉得不妥，连续两天力挺妻子，除非被断章取义，否则的话他讲的话应该算是代表我们国民的心声。南台湾灾情真的惨重，失言风波已经发酵，网友酸还讲风凉话也不救，好棒棒，帮韩国瑜 QQ 不用选了，国民党真的被害死，感谢国民党夫人的口诀，民进党又活过来了。就连蔡令仪的维基百科也一度被枯手夹住猪队友，而宅神朱学恒更在脸书猛酸说，鬼月还没过，猪队友如猛鬼出闸，有错不认，宁愿堕入阿鼻地狱。这会让大家觉得哦，原来人民受水灾之苦你很高兴，因为你得到了政治利益，是只有政治斗争而已，我们觉得很遗憾。不甩南部灾情到底有多惨，蔡令仪为拉台选情攻击对手，吴敦义护航到底，像说老天有眼，却是讨来负评不断。三立新闻由嘉伟、张玉杰、SNG 桃园报道。要治水。